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请坐下。现在宣读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主席令。习近平同志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生计蓝，初心不改的农村先进模范，第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六十多年来带领群众艰苦奋斗，为老区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绕月探测工程技术总负责人，为我国空间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保卫新中国做出巨大贡献。浴血奋战，战功卓著，转业后深藏功名六十余年，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扎根贫困山区，为民造福。造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粮食供给做出巨大贡献。潜心技术攻关，为核潜艇研制屠呦呦，中医药科技创新的优秀代表，类健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